杨千嬅、周柏豪、陈展鹏等人呢日嚟到电视城参与《欢乐满东华》。提到早排拍片帮伟哥拉票做事后，千嬅就大爆，当时仲有个小插曲噶。咁啊订咗一个火锅店，咁我就好开心，同埋准时啊，好准时。企喺个火锅店一开门入去，嗰人就嗰、那个接待员就好慌张望住我。杨小姐，边个订台？边位订台噶？哦，阿伟哥订咗台噶，跟住仲慌张。你等一阵先。跟住等一陣就行咗去成兩分鐘啦，然之後攞杯咁大杯嘅蔗汁，不如嚟飲住杯蔗汁先啦咁樣。我話做咩事？啊，因為阿偉，我因為喺銅鑼灣嘛，佢話阿偉哥訂咗間喺旺角嘅咁樣。跟住咧，我係最遲嗰個到咯，即係炮仲要做完嘢都好快嚟到，我仲好勁啊呢、這個係嘛？我遲咗一個鐘嚟到，但係阿千嬅啱啱坐低。最近善文又因为在社交平台铺了一条 BB 群，引来不少人猜测是不是陀紧女。占平就说只是 sponsor 送就铺下，还叫大家不要乱估啦，暂时都不会公布 BB 的性别。很多医生呢排都问我哋，哇，你太太是不是做做嘢？好多时都亮相见到佢，咁佢话你一定要小心啲佢嗰个身体，因为你知道有小朋友好多时而家好流行噶嘛，即系产前抑郁啊，又产后抑郁啊咁样。咁我都希望即系多谢大家关心啦吓，其实都冇乜特别嘅 post 张相啫，即系希望佢能够即系喺呢段时间里边安心心咁样，即系安静啲去养胎。